但是大条啊，四哥，阮家的水管破去啊，水流甲满四块，紧啊！师傅，机坏掉了，我还要读书，你帮帮我。嘛帮帮忙呢？我新来，你以为你很帅？你那个谁，你要干嘛？啊？菊叔，你不是说要帮我整修民宿，还要教我特调饮料啊？一起处理。想压不？帅啊！想学吗？教你们。室内配线能力短缺，点线面坚固，也能巾帼不让须眉。心思细腻就是我们的优势。那我们再从泰马这边，我们可以接到电磁接触器这一边。极端气候与空污，让我们来帮忙。地球越来越热，冷冻空调是未来的明日之星，你还不加入吗？电光火石的瞬间，能照亮你光明的未来。模具加工不能没有你，很好，好小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焊造呢？6种这样，是第1次、第2次、第3次。百万年薪，等你来挑战。这里是七艺涂装，是一个创意挥洒的创作天地。七座也能拿金牌，赶快来试试。怎么样？有一些凸面比较凸的地方，对，比较凸。其实这里的课程真的是包罗万象哎。当然啦、啊。特制化，它会依据不同的那个场域、不同的那个行业里，它会做不同的服务这样。棒！智慧型机器人时代来临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这是我们桃分组的里面所有最高级机种，这一种是属于后备型的最高级机种，这一台是伸缩站立式最高级。接下来，这是我们桃分组里面独一无二的高仰层侧坐式最高级，羊高可以到7米大。哇，你这台，你看这台，够可怕的哦！这台够可怕了。哎呦，哇！哇，七叔，原来你的特调技术是从这里学的啊？对啊，嘉凯老师就是你家。这种气质路线你喜欢吗？哦，超满意。这边不分年纪、背景还有身份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可以获得满点技能。你可以用这边的属性，这边看到这边。班级余汛期过1/2，学员符合提前就业期程，也会邀请企业、厂商至各相关各班级现场征才及说明公司福利制度，以协助学员就业。参加职业训练好处，除了提供参训及住宿免费，并辅导就业及参加相关技术式技能检定，符合特定对象者还可以申请职训生活津贴哦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将提供各方面资源，协助你完成梦想。
参与职业训练，练就18般武艺。偷偷告诉你，在这里上课，通通不用钱。